到火车最有研究的学者来跟大家谈一谈，我们台铁127年来有什么样的铁路，有什么样的那个铁轨，还有什么样的火车。好，所以你如果是上厕所的椅子怎么样呢？不要把它带去啊，哦，不用，你就放在那边啊，哦，把东西放一下哈，哦，或者是找人再搬一下，然后呢，赶快再回来。我们现在34分，我们12:40。2:40准时开始苏昭旭苏老师的专题演讲哦，来，我们椅子现在更多了，现在椅子更多了哈，来，想坐的。